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佛顶首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讲记。诸位大德同修吉祥，阿弥陀佛。我们翻到讲记啊，57页。我们一起啊，在中秋夜啊，学习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这个圆呢是圆满。我们这一生要求究竟圆满，那就要念佛成佛去啊，还要效法老和尚啊，多带一些人啊回西方极乐世界啊。在中秋夜啊，都会让人想起啊，应该是苏东坡先生的诗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啊。好，那这一句呢，我们假如要求生净土啊，那人要长久是不可能的，这一辈子相聚的，下一辈子都不认识了。很难长长久久，所以亲人朋友要长久啊，那只有修同样的因呢，才得同样的果，所以这首诗啊，我们应该改一下啊，这个也是啊，某一年中秋节啊，有同修发给我的。一首诗啊，但愿人长久啊，唯有念弥陀啊，修同样的因了啊，念阿弥陀佛就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本尊啊，亲眷永团聚啊，这个亲属啊，同念弥陀。同生极乐，就永远相聚在极乐世界，然后法界逍遥游，跟阿弥陀佛在虚空法界度众生，这是最逍遥啊，最快活的事情了。那我们在中秋夜共同学习啊，我们也共同发愿。能够同生极乐能够在极乐世界跟老和尚相聚然后老和尚看到我们很高兴因为跟他同心同愿多带了不少人回极乐世界了那所以我们呢要为人演说我们要表演的好要把无量寿经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中像中秋夜现在生活啊责任都蛮重的，不管是家庭还
还是工作啊，所以亲人相聚啊，家族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啊，所以相聚就是难得的缘分啊，能够珍惜相聚的缘啊，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法藏啊，是能气力啊，有气机啊，正确的释出世间的啊义理，但是又要气众生之机啊，哦，那就要观察众生现在的需要在哪，烦恼在哪。困难在哪里啊，我们于诸众生示弱自己，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开出能安他们心的法药，那我们就是转无量寿经，不能无量寿经是无量寿经，我们还是我们，那是恶法，入不了不恶法门了。佛法就是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所以菩萨六度啊，就在当下了。比方说大家现在听经啊，首先呢大家得花时间跟精力在这里听了啊，庄严法会啊，这是内采哦。在听的时候啊，都想着啊，我明白很多道理，可以去安众生的烦恼，安众生的心啊，这一念心啊，也是无微不施了啊。听的时候很专注啊，不会看手机啊，大家一看到你，哇，这个同修啊这么专注啊，听的时候还会面带微笑，还会点头。我这个心都三心二意在听啊，看到他很感动哦。那听经是法布施啊，做榜样给人家看的。有一个小朋友才10岁啊，当然这个讲佛法他可能比较听不懂啊，讲传统文化呢。讲《论语》啊，他都会上来。大家听的过程，都充满微笑，让陈德印象深刻，颇为感动。第二这个持戒我们在听经的时候啊，守规矩。老师有老师的规矩，听课有听课的规矩，而且不守规矩啊，会养成坏习惯啊。我们看疫情过后啊，好多学校的老师很感叹呢，好像学生比较不守规矩了。因为我看了短视频啊，小朋友在疫情期间都是上网课啊，哇，上课的时候啊，还有脚翘到桌子上去的，还有歪七扭八，一点规矩都没有。结果网课上了2-3年的时间了，养成坏习惯了。
哎，我们学习的时候有没有持戒？守规矩，再来忍辱，很有耐心的听，不会听的时候，哎呀，法师怎么讲这么久？哎呀，时间怎么还没到呢？这个听课要有耐性啊。再来，听呢，越听，越能掌握，讲学者的心境，讲学者开出的，这些理事圆融的义理，所谓内行人看门道啊，外行人看热闹，你听经要听得内行啊，这个也是精进的，听出越来越珍惜佛法，听出啊，自己的毛病习气在哪里，这个都是精进的。早上有个同修，我们这边现在中午，因为我们明天呢，这个开学典礼要彩排，所以四十八院呢，今天早上提早录了。我在课程当中啊，都没有提到熏习的重要。今天的内容里面没有，他听出来啊，他自己熏习太少，他察觉自己的不足了，可能在听的过程呢，他觉得好多重点呢，对他修学很重要，可是平常呢，熏的不足。慧须闻也，定须习也。智慧要靠听经闻法。其实我们有没有智慧啊？在哪里检查呢？在我们每天遇到事情啊，会不会处理？会不会解决？还是遇到事啊？烦恼越来越多，该去面对的一直往后拖，越拖越不好处理，就跟治病一样，拖越久啊，越不好治。身体如是，人事亦如是，越早处理越好处理。你看误会越早化解越容易化，拖拖拖拖了三年五年了，就不好化解了。所以听经也在精进，听的时候很专注啊，这是禅定，不会开小差，听着听着，我下个月的薪水应该是多少钱，就拉出去了。我应该去买个什么东西，没有定了。还有般若，知道听经就是修行，就是六度万恨。这个就是般若智慧了。没有着相了。离一切相，即一切法。你没有着相，就没有分别执着。你见一切人事物生智慧啊。无有一法不是佛法。大家有没有曾经体会过去打佛七啊，哇，念得很法喜，心地清净啊。回到家里，回到单位，看谁都可爱，是吧？因为念的，妄念很少，
哦，念的觉得啊，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啊，但是要保持它啊，啊，心里开始呢又想起某个人的什么毛病了啊，哎，这个感觉啊，这种状态啊，就有点开始退了。哦，所以佛门说要保任，啊，保持自己的好的状态，保持自己菩提心呢，不要退。其实就是啊，时时要用真心呢，就不会退了。啊，真心呢，要不分别。不执着，不落印象啊！我们心里啊，落别人不好的印象啊，这个用不了真心啊。用比较通俗的话讲，带着有色的眼睛看别人了啊，哎，别人还没感受到，我们自己先受伤了。大家感受感受自己对人有成见，看他的时候心里舒不舒服啊？哦，观自在菩萨啊，观自己自性在不在？哦，我们入佛门就受三皈啊，啊，这皈依自性觉正净。啊，一对人有成见呢，就不是随顺自性的觉正净了，不清净了，也不觉了。啊，所以六祖大师慈悲护念我们：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啊。不见是不放在心上，不是分辨不出来，分辨不出对错是愚痴，分辨得清清楚楚，这个叫照。心里呢，不落印象，没有放在心上，这叫极，这叫清净心。真心是极而常照，跟镜子一样，镜子照得清楚。但是他没有落印象，哦，所以我们常常在境界里看，哎，用心如镜啊，一发觉，看到某个人好像过去的影像出来了，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哦，眼前一尊阿弥陀佛现前了，哦，不要去想以前那些影像了。哦，所以啊，都要在镜上练啊，立誓练心呢，啊，练出不落印象啊，练出啊礼敬诸佛啊，见他的佛性啊，啊，然后他的习性啊，不放在心上。刚好我们这几天呢，在伦敦啊，有个讲座。这个讲座当中啊，有没学佛的来了啊，我事后才知道啊。结果其中啊有中医师啊，他在他的诊所啊，都放佛号啊，放。地藏经心地藏菩萨心咒啊，这些很殊胜的佛号咒语啊，他说这些华人以外啊，这些族群呢，有的听了还流眼泪啊，大家一听啊，都没听经啊，光听佛号跟咒语就流眼泪啊，大家想到了哪一句无量寿经没有？众生善根
不可思议啊。这我们马来西亚同修啊，你们最少会五种语言以上是吧？哦哦，那你们拥有这么多语言能力啊，哦，可以帮助众生更多啊啊，像 English 的我就不行，你们可以啊。哦，不过啊，我也得下一些功夫。因为遇到啊，得要考雅思啊，常常告诉人家不能跳境界啊。现在过了中秋了啊，遇到要考英文啊，跟他已经啊离别了30多年哦，这个时候啊，在心念上啊，不能产生，好难哦啊，不能产生这些念头。应该要相信何其自性本自具足是吧？只要我信心能保持啊，应该会提升的比较快啊，所以任何境界都是靠信心的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所以是心去做佛啊，心去解决问题啊，心是根本的。哦，那这个当时啊，这些第一次听的啊大众啊，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句呢？是老和尚教导我们夫妻相处的一句真言啊，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啊。这是第一次听课啊，他们说最难忘的一句话。所以我们呢，听老和尚讲经听了很多年了哦。其实啊，老人家这些法都是妙法，真的解众生的烦恼苦难了。啊，不能，哎，我以前都讲过了啊，反而落了印象了。哎，以前讲过了，现在别讲。哦，应该是啊，一发现呢、啊、有新来的，最重要这些伦常的。教理啊，还是要供养啊，因为人无伦外之人，学无伦外之学啊，所以印祖特别强调敦伦敬分啊。老和尚又加了四大道，我们在哪里修菩萨道啊？在伦常本分中修啊，而五伦呢？从家庭开始发展，最核心的是夫妻、哦、夫妇有义、啊、而后父子有亲、啊哦、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大家看现在企业团体上下属关系不和谐，根源在哪？好不好解决啊？经典的智慧很重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干着急也没用啊。忠诚出于孝子之门呢、啊，可是孝子从哪里来的？从家庭父母和乐，哎，让他看到情义、恩义，念恩呢、啊。哎，谁对他恩最大？父母。哦，所以老和尚讲呢，家庭主妇啊，如何行菩萨道啊？啊，夫妻相处好了，你亲戚朋友、成家的人都以你为榜样啊！哇，那么多家，
齐了，哦，那社会就安定了。哦，你这个社区社会安定了，哎，你给其他的国家做榜样了。啊，你给这一国做榜样，进一步你给其他国家做榜样。啊，为人演说啊，哦，不能小看自己现在所扮演的角色哦。哦，有一位啊，王老师啊，他夫妻有共事。哦，他虽然学历很高啊，啊，所学的专业特别好找工作，但是。他把教育好下一代啊排在前面，比赚钱啊还重要。哎，人生的智慧啊，我们刚刚说智慧啊，表现在刚刚说啊会处理事情，哦，然后啊也表现在能抉择轻重缓急，这个是智慧了。你轻重本末分不清了，你每一天努力十几个小时，最后结果是本末倒置。哦，那他听了老和尚经教了，有智慧啊，取舍了，跟他先生商量，哦，我们现在要听这些故事，要会听，不能听完了就完了。哦，你要会听故事啊，这个事里面啊有多少人生的意义啊。哦，首先你看轻重缓急会判断了。啊，再来呢找先生沟通建立共识。哦，我们现在学佛的没有关照自己的状态啊，尤其是看自己的心念要看得深入，啊，觉得他们都不学佛，我学佛，我是对的，通通要听我的。哎，学佛变强势了，变傲慢了，哦，那这样会搞得家里的人很不能理解了，不和谐了。啊，变成做好事了，强势了。哦，孩子的教育我说了算，啊，你们都没有听净空老和尚讲经，你们不懂，哇，把老和尚都拖下水了，啊，把老和尚跟你们家人的法缘都搅黄了，哦，不能干这种事啊，啊，要依教奉行。啊，老和尚说了，你学了佛啊，啊，家里不和谐，你学错了。哦，像那一天有同学问了，啊，现在体制内啊，太污染了，啊，我不让孩子去体制内了，哦，我让他专注学传统文化就好了。首先哦，你要尊重你的孩子的意愿哦，你不能很强势哦，柔和直指色身者哦，不能强势哦，因为人生他是主啊，我们只是他的一个助缘啊，啊，主角是他哦。哎，诸位忍者，你们不会觉得你孩子的人生主角是你吧？哎，哦，主扮圆融啊，我们是配角，配角要拿捏好分寸哦。哦，不然呢，你会搞得孩子很不高兴啊。啊，我们见过不少孩子，啊，父母太强势、太控制了。结果高中毕业一考上大学啊，
去了大学不跟父母联络了，啊，尤其跑海外求学去啊，不跟父母联络了，啊，他自由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哇，你看，搞到孩子都不愿意联络父母啊，那这不是爱你没商量了。所以老和尚强调，我们学佛是放下这些习气有，不是换对象增长习气有，学了佛了更强势了更傲慢了麻烦了，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一定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这老和尚教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行的是菩萨道，我们的慈悲心谁最能感受啊？离我们最近的人。假如我们最近的人都不欢喜我们学佛啊，那我们真的要检讨了。哦，所以老和尚的话重要啊。你学了佛家里不和谐，学错了，心偏了。哦，那我刚刚提到，你的孩子愿不愿意啊？再来法令上你也要全面去考虑啊。再来你要跟先生建立共识啊。不然因为孩子读书的事啊，你夫妻常常吵，你说对小孩的影响多大？我们遇过不少学传统文化的年轻学子，内心都有很多负面情绪，因为他们父母不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读书。那你说这样的学子对传统文化很有信心吗？他在父母身上看不到信心呢。佛法重实质，不是外在学的这些形式。我们真的有把柔软演出来了，真的有把尊重他人、尊重孩子、尊重另一半演出来。人能弘道啊，道是真心啊，怎么弘？我们把真心用出来了，这才弘道了。看起来讲的是佛法，事实上的心是控制要求，那这不止不能弘道，适得其反啊，让家人对佛法反感了，那适得其反。所以护好自己的真心啊，才能自利利他。夫妻有共识了，当然夫妻是主要的助缘，当然能够老人也理解，这些都沟通好。那是最理想。假如另一半也不能理解，这个缘分不能强势操作，你真的把传统文化孝道做出来了，悌道做出来了，孩子被你感动了，跟你一样认真学了，接着先生被感动了，慢慢认同了，缘分是循序推进了，不是你硬掰了。老和尚说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放下对立的念头，不能人家跟我们意见不一样了，
我们那个对立情绪就上来了，得不到人家谅解，要回过头来反省自己啊，而且要严以律己，忠，能体恤别人，恕，宽以待人。所以刚刚跟大家提的，你看一个故事，王老师要先找先生沟通，先生认可了，进一步再来调整姻缘。而且啊，虽然是先生一个人赚钱，当时我还拮据哦，但是二人同心啊，其利断金。慢慢呢，先生收入也越来越好，真的是该是你的，跑都跑不掉。而且从两个人赚变一个哦，但是还赚得更多啊。这个承德俗家姐姐哦，她也有证明。所以我身边有这些例子啊，我讲话也比较有底气啊。诸位假如有好例子啊，也可以这个传给我。好，一个人赚跟两个人赚只是一个缘，真正的因呢是财布施，这个是因。还有你们过去生修的福报，而且呢，假如啊，我们忽略了对下一代教育的道义，这会折福报。你两个人赚，有时候不一定赚得多，因为福报折了，甚至于下一代骄奢淫逸了。哇，那这个财富更留不住了，所以自要莫若骄子。这古人留这些话，很慈悲哦，很爱护哦，因为人生不能重来哦。这些话一忽略了，可能到时候感叹呢，就很无奈了。那慧须闻，智慧要靠闻法啊。假如我们现在感觉啊，好像每天面对的事啊都有点担忧啊，甚至都在收拾啊之前处理过的事，那就要把听经啊摆在前面，不是说你花很多时间去处理事的事情就解决了。你没有智慧啊，我们闽南话说的撸木撸大坑啊。你越去弄弄啊，本来要补一个洞了，越补洞越大了。所以要重视听经明理，做人的原理原则是什么，做事的章法步骤是什么，胸有成竹去处理事啊，那不一样啊。好，所以这个希望我们智慧越来越圆啊，像中秋月一样然后这个光啊，普照亲戚朋友啊，有缘的人那这个中秋节就过得有意义了啊。好，佛门重视表法，是吗？所以这个这么明亮的月光我昨天呢刚好晚上开班会。挺忙的回到英国来结果一踏出来，哇，就看到
十四的月亮也是亮得不得了。哦，所以自爱就要让自己自信的光明啊赶快显露出来。哦，那就要放下习气，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我们来看这个疏钞当中提到，三昧则总摄诸禅，圆通则具足万恨。这就是这章里面所说的三昧跟圆通，这两桩事情啊，可以说啊，把佛法大小乘教里头啊，通通都包括了。三昧总摄诸禅，这里的三昧是指念佛三昧，三昧中王。所以念佛三昧称为宝王。古德有本小册子《念佛三昧宝王论》，所以念佛三昧，三昧是正定，是禅定的功夫，而且是所有三昧中王，那没有超过他的了。所以这就是超越一切诸禅。圆通超越一切宗教，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常说，这个禅呢是明心见性，所以宗教两个字啊，宗是指禅宗，教呢是教下，以经教为主。你看我们有八大宗派，那这个禅是一宗，接着呢这个是从觉门入，还有从净门入清净，这个净土宗密宗这从净门入，其他宗派是研究经教啊，这个从正门入，在正德圆通，那是圆通也是超越一切宗教，具足万恨，这是六度万恨，这菩萨所修的，所以这个法门修持的方法超越了小乘，超越了全教，全教是善巧方便。你看佛最后《法华经》是开权显实，实教啊，那就是恢复本来。我们看这个阿罗汉呢，他还是妄心，不是真心哦，他只是用的正。妄心用的正，然后能放下见识烦恼，这个法门是心十万亿尘去此不远，心作心事，弘明正章自性，它是一乘法，净土方显唯心。这个柱子底下讲啊，从简，简是挑选啊，再给我们挑选，所以三昧下二从简，为此三昧啊，我们这个念佛三昧是总摄四出世间呢一切的禅定。你看，若人但念阿弥陀，
是名无上深妙禅。哦，总摄世出世间一切禅定，啊，简非于三昧也。哦，那其他八万四千法门所修得的三昧啊，哦，那这个不能跟他比了。哦，简别这个三昧跟其他三昧不一样。哦，所以啊，念佛三昧特别的殊胜。啊，这里比喻了，如一炬也。啊，铸成铅器，也是冶金炉啊。啊，专门在制作金炉的。啊，像炼钢炉一样，能够陶冶千万的气。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能生万法，能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哇，我们看这个智也如啊，啊，比喻这个念佛三昧啊，哎，能让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呢，平等成佛，都能成就。哦，所以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了。哦，圆通具足八万四千一切观行，啊，就是佛门常讲的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这一个念佛啊，也就通通都具足了。真是一个法门呢都不漏。啊，你修别的法门呢，这是修一个挂一漏万。啊，修念佛法门呢是一切圆满。啊，没有一个法门呢不包括在念佛法门里。啊，所谓六字统摄万法，一门即是普门。哦哦，你看我们的这一句佛号啊，哦，一生接一生呢，啊，妄念进不来啊，这叫止啊，这叫禅定啊。啊，哎，一生接一生，又清清楚楚，字句分明啊。这个叫观呢，哦，止观双运呢，哦，就像这里提到的，啊，具足八万四千一切观行，哦，你看所有的修学啊，不离止观两个字了，哦，啊，止是放下，观是看破。哦，你看我们一生接一生呢，止住一切妄念了。哦，那一生接一生又了了分明，都没有念错。哦哦，所以这个止呢，哦，是因无所住了，止了。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观而生其心呢，啊，这是法身的境界哦。哦，所以这个法门呢，啊，江卫农居士专攻《金刚经》的，啊，这大乘佛法的核心是般若，般若的精华是《金刚经》哦。啊啊，这江居士赞叹的。啊，这个持名念佛啊，暗合道妙啊，即是行深般若啊，
是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啊。这个黄念老都有开解了。你一生接一生呢，一个妄念都没有，因无所住了。你没有住在烦恼里了。一生接一生念得了了分明了，而生其心，哇，这法身境界了。我们以凡夫心啊，专心恭敬念这一句佛啊，居然可以跟法身菩萨平等。当然要保持了。假如念十分钟一个妄念都没有，哇，做了十分钟法身大事啊。所以赞叹暗合道妙，即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行深般若无意念实相，跟实相念佛平等。所以啊，能消众业，能灭众罪啊。这个佛号消业的力量非常强。所以我们看这一段呢，都在赞叹这个法门啊，念佛三昧总摄诸禅，而且呢，圆通呢，则具足万恨啊，具足一切法门。所以念佛法门呢，不可思议，简非于圆通也。这个跟其他修学的法门呢，不一样在呢，他能呢由阿伽陀总愈万病，阿伽陀药啊，万病总治啊，阿伽陀是梵语啊。古印度有这种药啊，这个药很普遍的啊，不管什么病啊，你用这个药啊都有效，它能治一切病啊，不像其他的药啊，哪一种药只能专治一种病，这个药啊能治一切病，哇，这个好。所以念佛就像阿伽陀药一样，能治一切病，能度一切人，上至等觉菩萨，下到地狱众生都能度，平等度脱，都能叫他成佛。所以这个法门呢，的确是殊胜。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very lucky 啊，很幸运啊？当然，很关键的一点呢，我们病治好了没有啊？药吃了没有啊？我们的嗔恚心脾气有没有小了？假如说这个药能什么病都治哦，但是我吃了好像病没有治啊，你敢推荐给别人吃吧？你敢拍着胸脯说保证治好哦？所以你自己没有得利益啊，你说很有信心啊，要推荐给别人了，不容易了。那这个佛号啊，确实是万病总治。其他的法门呢，比方说这个方法，专门断嗔的，专门呢
治淫欲的，哦，都有，哦，有一些咒啊，哎，专门针对什么对治的。哦，你看呢，要读书了，哦，这个文殊菩萨心咒，哦，好像念了会比较会读书。哎，可是你念的这个咒啊，哦，这个是要聪明一点的。哎，那可是其他还有很多部分也得增长啊。哦，但是你念这一句万德洪明啊，哎，都在里面了。哦，帮助你戒贪、戒嗔、啊，戒痴、戒慢。哎，啊，最近有人送我一个东西啊，是德国的产品。啊，结果上面写的呢，啊，叫 China Oil。 哎，我说德国的东西怎么叫中国油啊？哦，啊，后来上网一查，叫，百灵油，啊，百灵油，什么都灵啊。哦，哎呦，那是不是这个德国很赞叹中国的，为什么叫中国油？哦，而且翻成中文叫百灵油啊。哦，可能这个挺厉害的啊，哦。我曾经遇到一个德国人，还专门送我这个东西啊，啊，还能喝呢，啊，好，当然每个人肠胃不一样哈，哦，大家不要太激动啊，哦，先了解了解啊。好，那我们遇到万病总治的阿伽陀药，那得服药啊，才能药到病除。哦，所以我们但只老实念啊，不要问如何，老老实实药到病除。好，好，那承德呢？接触不少大众啊，啊，也有很多世间的问题。哦，这个世间的问题啊，有一帖药也能治。啊，世间的问题啊，念阿弥陀佛也能治啊。世出世间的问题都能治，为什么？你一老实念佛啊，你的智慧来了，那有智慧了，还怕？不能处理问题，念念念呢，你的慈悲心现前了，哦，哦，所以世间呢，所有的问题啊，缺爱，心理问题啊，基本上都是缺爱。哇，你现在好好念佛啊，慈悲心现前了，你家里的问题啊，慢慢都被你化解掉了，真诚的爱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家可以自己思维思维。哎，家里的问题啊，啊，刚好遇到亲戚朋友，啊，诉说现在的烦恼，你去分析分析，原因都是缺爱。嗯，没关系，知道问题啊，就能改善了。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啊。嗯，好。哎，幕后还有一句啊，这个是总结。啊，一心顿时啊，不亦宜乎？哦，这句话是劝我们。啊，末两句啊。啊，三劝诫，啊，三昧实教所全。哦，老和尚进一步提到了，在贤首家，啊，贤首是专攻华严经，啊，就是华严宗。华严讲五教，啊，小，啊，这是比较是小乘。
伦理道德这一个部分。啊，小始、中、顿、圆，啊，把佛一代十教啊分为五教。啊，我们也常听到啊，啊，佛陀是五十日说法，啊，是依照啊佛讲经的时间分的。当然也是啊，从阿含小乘，啊，再来方等。有小乘，有大乘，再来纯大乘，啊，你看教育都要循序渐进，哦，不能操之过急，啊，教人以善勿过高，哦，要循循善诱，要效法佛陀，啊，诶，我们护念别人呢，人家不是很能接受啊，不能说人家没善根，啊，可能呢我们还是啊，有点不气人家的机了，不能体恤人家的接受度了。哦，好，天台啊，天台依指的是《法华经》，讲四教，藏通别圆。啊，哦，这不同宗派分教的情况啊，哦，不管是四教、五教啊。里面都有权有实，啊，实教都是一乘法，啊，权教，啊，它有三乘有五乘，啊，五乘就是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啊，好，哦，那三乘呢，啊，声闻缘觉菩萨啊，全是方便法，实是真实法，就是真心了，不是用妄心了，哎，就是真实教学里面，哦，是讲三昧，哦，这给你讲真实法，哦，所以圆通顿教所全，哦，这个我们这一篇教诲啊，《楞严经》里面啊，二十五圆通，二十五大菩萨啊，把他如何证得自性圆满境界的方法啊，这个和盘托出来啊，啊，所以这个是啊，顿教所证的境界了，啊，全也有证的意思啊，啊，所以圆通是顿教，不是见，是顿超，啊，而不是见学的，不是见修的，啊，所以像《法华经》说，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呢，除佛方便说。那我们这个念佛法门是顿中之顿哦，圆中之圆，真中之真哦，可不能说是老太太老先生学的哦，不能轻慢哦，哦，所以学顿实教者，是其所宜也。哦，如果我们今天发愿学顿教，学实教，哎，真的顿了，啊，这个例从古至今的例子，地狱相都现前了，就要堕地狱去了。哎，有好的法缘呢，念十声佛，去做佛了，那这个够顿的了。哦，这个法门呢，正好适合，最好不过了。啊，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啊，这是劝我们呢，在一切法门里面选择这个法门。啊，又上显原意，
齿间显顿时。前面一段注解是讲原意圆通，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一节呢是讲顿时。众生念佛定当成佛，时也，这是真实的。这个文字语气都十分的肯定，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佛啊，无量光寿是我本觉呀，那有什么不敢承担的呢？起心念佛方明始觉了，十本不离直趋觉路，所以这个文字语气十分肯定，使我们一点怀疑都没有，信心很重要，所以起信云，这是大乘起信论，马明菩萨做的。马明菩萨也是念佛求生净土的，这是他在起信论里面讲的，举祖师的榜样专念阿弥修善回向，那这个也是正住双修了，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住修呢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但不求果报，修善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跟十八愿相应，愿生彼界，终得见佛，水到渠成了。彼界是西方极乐世界，最后是决定见佛的，见阿弥陀佛。华严经云，华严经上说这个是普贤行愿品，临命终时诸根善坏，你看我们这个临命终身体都会坏掉，身外之物也带不走了，你哪怕是国王你谁也使唤不了了，唯此愿王引导其前，哇，你看这个普贤的功德力不会坏，真实功德引导其前，即得往生见弥陀佛，蒙佛受记，不久当作菩提道场成等正觉，那个不久就是很快就能成佛了，是最快成佛的学校，不然文殊普贤就在华藏世界就好了，他干嘛多此一举呢？那十方诸佛为什么劝学生去呢？在他那里就能成佛了，很快成佛了，他们也不用多此一举了。我们从《阿弥陀经》里面讲到的，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啊。什么叫多？最少超过一半了。那代表极乐世界。成就十劫以来去的人超过一半都达到一生补处的位置了，哇，那就差不多三四劫 就修到的人很多了。你看我们在大乘经论要三大阿僧祇劫，哇，那个天文数字你看阿弥陀佛
成佛以来已经十节而已，到那个学校超过一半都是的这个一生补助的地位了。好，我讲的都很欢喜高兴，赶快去了。我看大家好像不是太欢喜啊。随文入关，这个欢喜心啊 会让人更精进。越欢喜呢欲罢不能。这个分秒必争。直趋绝路，深深唤醒自己，这是最快成佛的方法啊！所以啊，这一段是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普贤行愿品的一段经文。众生亦否现前即见，顿也。顿是很快啊。我们念佛念到心清净了，念到心诚恳的时候，佛就现前，你就见到佛了。一定要念到心清净，念到心真诚，这个时候见到佛啊，你会不会欢喜？这里是有提醒了，如果见了佛啊，欢喜的不得了，那给你说啊，你见不到佛啊，佛不会现前，因为啊，佛知道你会太欢喜啊，因为欢喜心啊不是清净心啊，你心不清净，见到佛很欢喜啊，欢喜到得意忘形啊，佛还在面前，那给诸位说啊，他见的那个不是佛，是魔变的啊，因为让你得意忘形了，铁定是魔了。佛有智慧了，不可能让我们得意忘形了。古来修行人呢，一生见很多次的佛，他一句话都不说的，他也不会告诉别人我见佛了，不告诉别人，绝不宣扬。这是好境界，见到啊，如同不见，心里面呢，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决定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你心在三昧，心在定中，不受它影响。佛现前来给自己做个印证，经上讲的话没错。是现前当来，不是临终当来，只是给你做一个印证而已啊。现在见了佛了，临命终时啊，佛决定来接引，决定没错。而且现前当来一见，哇，那心就定了。所以念佛人呢，必定有这样的感应。我们听到这里啊，你们有没有见过同修跟你说我见佛了啊？那你要提醒他不要太高兴贪着了哈。一般见到的会不会说啊？你看莲池大师他要往生的时候啊，
他也 透出来了，他见好都变了。啊，包含我们最近给我们做榜样的海贤老和尚，啊，哎，他也常常见，呵呵，哎，啊，我们也有见到同修啊，啊，说他在梦中见到老和尚，老和尚证明他开悟了。大家觉得他有没有开悟啊？他会说出来啊，这个心已经有要标榜他自己了，心不清净了。哦，所以这个魔也很厉害啊，知道你好胜了，知道你很想要名闻了，啊，在梦中。啊，变现老和尚的样子，哦，你一下子就得意忘形了，到处讲。哦，所以这一段，哎，老和尚也在保护我们了。啊，透过这些教诲啊，让我们不要着魔了，哦，不要着相了，啊，还是要保持心地清净。啊，见如不见。啊，我也遇过一些同修啊，啊，拿着照的一些瑞像，啊，见到我就开始，哇，你看我们办班之后啊，你看这个天空很漂亮啊，给我翻了好多张啊。其实这个都着相了，啊，我们假如有古人的风范呢，啊，古人牵挂六爻皆己呀，都是谦虚的，啊，真有这些瑞相啊，自己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这个就是心地的涵养了，不炫己长啊。啊，我们现在心境没有古人这种态度了，啊，哦，所以都要能观心为要，这个心一偏，有时候没有察觉，越偏越大，啊，好，啊，其实自己假如啊。这些脾气都还扶不住啊，怎么可能说老和尚来给我们受记呢？哦，好，哦，当然，我们介绍佛法给有缘的亲戚朋友啊，哦，都要述而不作，要依经典。依老和尚教诲，哦，不能忘了这八个字啊，很容易讲偏掉，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哦哦，老人家接着说了，哦，但是这种感应现前呢，你要保持你的清净心，不必见到佛，啊，见到这个也说，那个也说，那就大错特错，啊，甚至于，啊，现在还有一种供高我们的心理，啊，在那里作祟，啊，好像我修行，我自己不给人家说，我见到一些瑞相，啊，好像显得我没功夫。我没有境界，没有见到，也造谣生事，好像是见到了，啊，仿佛见到，到处去宣传，那骗人，自欺欺人，充面子，这是错误。哦，那这个继续发展了，
那就属于堕阿鼻地狱的大妄语了。你没有证，说自己证了。这样的心态学佛啊，不久他也能证果。证什么果？证神经病的果了。那就麻烦了。学上几年呢，他的果报就先到精神病院，以后当然入三途。我们呢，不能好心啊办了坏事。这个菩提道上啊，善知识最重要。我们要从名师受戒。陈德也看到啊，不少都说啊跟老和尚学习。可是啊，碰到哪个人，可以看到什么，讲讲神通了，他又听这个，又听那个。老和尚明明强调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万德洪明啊，能灭重罪。但是听听这个，听听那个，修学呢，都不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了。念个什么经呢？其他的经呢？大乘经都有殊胜功德，可是啊，这种不跟着老师，就会顺着自己意识啊，都有啊急于求成的心，不肯老实听话真干。你假如真的听老和尚的话了，要扎根啊，哪有大乘菩萨的不孝养父母不奉师师长直接修大乘佛法，修不上去的。求生净土了，佛怎么交代啊？韦提西夫人一看极乐世界最殊胜，我要去极乐世界，佛马上跟他讲净业三福。老人家知道这个是重点，一直提醒我们了，修学的基础是三福。我们现在很容易就那个心境，其实啊本来就急。现在遇佛门了，没有看到自己急于求成的心念，就会又换对象了。虽然殊胜的念佛法门遇到了，但急于求成的心呢，没看到，最后都搞到啊，不听老和尚的话了，自误误人，因为自己比较早学啊，还有一些同修啊，跟着自己在修学，就把人家带偏了，急于求成啊，着急啊。就会上火了，走火入魔啊！我们是要帮助别人去做佛，结果搞到你带的人，假如着魔了，你看你怎么对人家的父母交代啊？怎么对人家的家人交代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哦。进一步，人家看到你，看到团体，人家信心受影响，那我们就以身谤法哦。这个因果不空啊，不能开玩笑啊，不能不老实啊，自作聪明啊。现在学偏啊，很多啊。
往往修行啊，偏离了自己的本分呢、啊，偏离敦伦敬分呢、啊，保证学偏。不然应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这个修学重点？李炳南老师乘船应主，白衣学佛，不离世法。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学佛的，家里的责任都不尽了，让人感觉起来就神神叨叨的，不能离本分职责啊。一个人连家庭的责任都没有，你说他要做大乘菩萨普度众生，没有那个基础了。无情不能修道，没有情义，他这么急于要成干什么？虚荣心作祟了，在世间呢得不到成就感了，跑佛门来想要求得成就感，也是一种欲望啊。所以这里老人家也是特别提醒啊，清净心重要，不能着相啊。所以现前就神经分裂，神经失常，变成神经病啊。佛门常讲着魔，来生必定是三恶道，所以啊，你见到一些瑞相不必说，也用不着说啊。古德自己境界只有给什么人说啊，只可以给自己的老师说，求老师啊做个证明。当然这个老师也是入境界的老师，不是世间教你数学教你英文的老师，这可以，我们叫一义不一语，这个老师是指修行过来人。真正的大善之事可以讲境界，不是这样的人呢，决定不说。你看李老有境界了，他找夏老印证的，不是随便说的了。因为念佛啊是依法，不依神通，不依感应。法是经典，我们只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去做就行了。不依靠神通，不依靠感应，不以神通度众生啊。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大家要冷静啊。现在邪的比正的都太多了，所以老和尚这样的善知识难遇，我们要珍惜啊。老人家圆寂了，法身舍利常住，我们肯听话，万修万人去啊。但是神通感应啊一定有的，但是我们不着，我们不依靠，不炫耀，我们也不宣扬，我们宣扬的是正法，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要守住啊这四依法。那这一段呢是讲到顿这个法门是很快速。好，顿操那今天时间到了跟大家交流到这里我们来一起
念回向文，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